材料清单 ,65% 黑巧克力40克，淡奶油80克，总统黄油100克，糖粉65克，盐2克，蛋清15克，法芙奈可可粉15克，底粉170克，巧克力加大奶油隔水小火加热融化，保持温温的感觉备用，黄油提前软化，加糖粉，盐打发，加入鸡蛋打匀，打匀的样子，分两次加入步骤一的巧克力奶油打匀，全部打完搅打均匀的黄油巧克力霜，筛入低粉可可粉，用刮刀拌匀，装入裱花袋，我分了两次装的花嘴，我用了 SNT092 在烤盘上挤出曲奇花纹，我用的28×28的不粘烤盘，一共两盘，入预热180度烤箱中层上下火烤20分钟，最后几分钟一定要注意盯着，不要烤过头。 PS 温度时间请根据自己烤箱来，每台烤箱脾气不同，放烤网晾晾后密封保存，口感超棒。